区域里面呢是除了我们企业以外的其他的大的电厂呢是都是停电的，而且的话就是政府部门的人员呢是特意的给我们公司呢是打的电话。博鲁特鲁电厂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土耳其中间组织的对接上，也是中国在土耳其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。地震发生之后，我们两台机组运行基本正常，每天可以向电网输送3000万千瓦的电。地震发生之后啊，我们了解到有43名土居员工家庭房屋受损，急需有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第一时间也和我们土居员工取得联系，